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把前面两个哈，比如说这边跟这边 EN 一个朝这边一个朝这边，这是边边呢啊，然后这个呢是上面跟下面啊，这里朝 EN 朝这里，EN 朝这里，这个 EN 跟它一样，我没有画出，画出来的太多了，眼花缭乱哈，所以 EN 也是这个方向，不过它是怎么样，从这里最大慢慢变小到这里变成零，这一边的话呢，电动势就反过来了，我电场就反过来了啊，朝这个方向，这个最大慢慢慢慢变成零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然后我们把它合并以后就是这样子啊， EN 两边 EN 啊，这个地方 EN 呢啊，慢慢慢慢变小，这个 EN 跟这个方向相反，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利用在这个线圈哈，我们利用在这个直流发电机，因为它会产生 EMF 嘛，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啊，它这两条线呢，我们都把它连在一个半个圆环导体片哈。是环状的导体片上面，然后这个电阻的电流呢，这里导线刷子，这边有个刷子刷这一边，这个刷子刷这一边，因为刷子是固定的，所以啊，这个导体片在这里的时候，它电场不是朝上吗？导体片在这里的时候，电场朝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 EMF 就是这样子，从这边过来过去啊，那等等这个转了180度，这个跑到这里来，这个跑到这里来呢，没有关系，它这个刷子始终是刷这一边的就对了，你跑到这边来它刷这边，你跑到这边来它的电场就变这样子啊，这个跑到这边来电场就变下面，所以电动势始终是同一个方向，那么它的 EMF 跟时间的关系呢就是这样子啊， EMF 始终是同一个方向，但是它大小啊随时间改变，因为这个磁场磁通啊，磁通如果跟这个面垂直，就是跟面积向量相同的时候，这磁通最大，如果 B 跟 A 成垂直的时候，这磁通变成零，所以它这个电动是从零到最大啊，就是塞欧米克蒂从零到最大再到零啊，这样子的。那这个是交流发电机，它的这个本身有一个圆环，这个本身有一个完整的圆环，所以这个刷子啊始终刷的是这边啊，那个不过这边呢，随着它的改变，它跑到这里来的时候，电场朝这里；它到这里来的时候，电场朝这里。所以这个电场一下朝这边，一下朝这边，啊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因此，它就是一个交流的啊，有时候是正，有时候是负。OK， 好，那么这个是我们的应用啊。现在我们看一个题目哈。如果一个发电机的线圈是长方形，边长分别是 8.4 个 centimeter 跟15.4 个 centimeter， 磁场是 0.126 个 tesla 均匀的磁场啊，它转这个线圈在转动，在这个磁场里面转动，转动的频率是60个 hertz， 就是一秒钟转动60次，转轴与磁场垂直，问这个发电机的最大电动势是什么啊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刚那个线圈呢、啊、B 场是跟这个转轴垂直的哈、啊。好，这个我们要怎么算呢啊，首先我们就是看这个式子，这个数字我们要用这个来算，
就是线圈有面积有匝数，然后这个在磁场定值的磁场里面以欧米伽的角速度在旋转，它是这个。那么它可以写成 EM 啊 ，Epsilon M sin omega t， Epsilon M 就是最大的电动势啊，所以最大电动势是什么呢？就是 NAB omega， NAB omega。好，这里我们写出来 ，N 等于一圈 ，A 呢 0.084， 因为它告诉我们的是 centimeter， 但是我们用的量啊都是用 meter。所以是等于这么多个 meter square， F 是60个 hertz， 但是我们用的是 omega， omega 是二派 F 等于这个，啊 ，B 长是这个，那我们把这个值带到这里来 ，OK， 啊，这是例题这么写，但是我们真正做题目的时候，你要从这里先写，因为我们先考虑，啊，这题要做什么。感应电动势就是这个样子，然后呢 ，EM 等于这个，然后你才把 NAB omega 是什么值都写出来啊，然后再带进去。OK， 冷势定律我介绍过了哈，就是说它我们一个。环境有因素改变的话呢，那么线圈上面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啊，会有电流了，电流方向就是感应电动势的方向。那么这个它为什么要产生感应电流呢？就是要反对这个改变的因素。比如说我们六个叉叉就是代表我们代表磁通是六个单位 OK，六个单位，如果磁通增加了，磁通是增加，它现在反对你增加，反对你增加，它就是跟这个方向相反的方向产生磁通来跟你对冲，然后在这个相反的方向产生磁通的话呢，它就要这种电流啊这样的电流啊，对不对？你用右手定则，所以电流是这个方向，哎，啊，那么如果这个是减少的话呢？减少他也不高兴，他说你减少，那我反对你减少怎么办呢？我就在你减少的方向增加磁通，所以这个磁通增加了，电流就是这个方向啊。然后这个是导体，导体本来不动的，你往这个方向拉它。有个力量拉它，以 V 它就产生一个速度，好，它不让你拉过去怎么办呢？它就在这个方向用一个力要来拉你啊，来反抗你。这个力它用什么办法呢？它说我在这里产生一个电流 I， 那么电流 I 在磁场里面就是 IL cross B， 哎，啊，这个是 Lenz law。好，那么感应电场哈，注意，这是法拉第定律啊。这个 N， 我们姑且先把它当作一扎好了啊，一扎。好，那么 EMF 啊，按照这个定义，一个线圈上的 EMF， 它就是 EN 做一圈的，对一个。库仑的正电荷做推一圈所做的力啊 ，OK， 啊所做的功就是这个，然后磁通呢是等于这个啊，所以我们就把 epsilon 等于这个带到这边来 ，phi b 等于这个带到这个地方来，于是这个式子啊，于是这个式子就变成这样子，这个是。法拉第定律的微分式，这个是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啊，积分式 OK。 好，那么我们现在看
因为 B 场啊，同时是位置的函数，同时也是时间的函数，是空间跟空间，空间跟时间的函数。如果你对时间微分呢，我们应该是写成偏微分才对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习惯用的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。这个是 C 是代表这 closed path 啊，就是封闭路径。 S 呢就是这个封闭路径所围成的面积。好，这个式子有什么意义呢？就是说如果我们空间的磁场会随着时间改变的话啊，改变的话就是这个不等于零的话，那么会产生在空间呢会产生非静电场啊，非静电场。你一定要把这个物理意义记住啊，你才记得住这个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个啊，看一个这个状况，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区域，现在是用什么呢？虚线所围成的一个面积，它的半径是 R 啊，有这个磁场均匀的分布。但是这个磁场啊，虽然是均匀分布，可是它会随着时间变化，可能变大可能变小。那这个时候它因为磁场随时间变化，所以啊，你如果这里有一个线圈的话，就你这里画一个路径，这个里头的磁场随时间改变，就磁通在变化了，所以这个路径上面就会产生非静电场。哎，啊，那么这个非静电场等于什么呢？我们现在用法拉第定律来算算看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先看，当我们这个所要看的这个位置是距离这个中心是的距离 R 小于大 R 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你这边要有一个封闭路径的，画一个封闭路径，按照它这个式子啊，你怎么画都可以，都等于这个，但是你怎么画，你随便乱画，一 n 求不出来，啊，一 n 求不出来，你随便你怎么画，反正这是恒等，这个值一定等于这个值，可是你呀，如果要算一 n 的话，你就算不出来，所以我们要画求一 n 的话呢，这个路径一定要谨慎的选取，让它很容易积分。所以我们就选一个半径为小 r 的圆圈，它比大 R 要小啊，同心圆。哎，啊，为什么画这个呢？因为你画这么一个圆圈呢，这个圈上面所面对的磁场分布通通一模一样，大家都一模一样，因此由磁场变化而产生的电场一定是处处都一样，没有理由说哪一点比较大哪一点比较小。所以 EN 是个常数啊，这个常数呢，这个值我们知道啊，有前面啊，有这个变化啊，就是说你 EN 在这里，它如果是导体，它会产生电流了，对不对？产生电流啊，那么这个EN 啊 ，EN 这边的 EN 呢，因为它到的 DS 啊，那我们说 EN 朝这边，我们就选这个 DS 朝这边啊 ，DS 是朝这一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的这个 EN 呢，啊，也朝这边，朝这一边啊。好，
那么左边这边，因为这两个同方向，所以可以把 EN 提出来，就是二派 R。 好，右边呢，我们把 DA 取得跟 B 场同方向，于是这个值就可以写成存量值啊，于是这边的积分啊，这个写成存量，因为同方向，所以就是 DA 就是二派 R 啊，乘 DR 啊，二派 R， 二派 R。DA 啊，二派 R， 这是个面积了啊 ，DA 这是个面呢、哦、啊，面的话就是说我先取个二派 R， 再取一个二派 R 加 DR 的大小，这个，所以这两圈之间的面积距离就是 DR， 这就是 DA。 好，我说过怎么取面积基数，怎么取体积基数，怎么取长度基数，这个是你们一定要去把它悟出来 ，OK？ 你自己要把它想啊，去看例题怎么是那个值，你把它想通啊，要不然你以后题目没办法做下去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提出来，二派也提出来，然后 DR 就等于。等于这个二分之一 r 平方啊，所以这个积分就变成这个值，然后这个跟这个相等，这个相等啊，这个要记起来啊，免得以后啊重新要计算，因为你算这个一定用这个式子，用这个式子绝对会经过这个过程才得到这个结果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记起来啊，小于大 R 的时候是负二分之小 r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， 如果大于大 R 的话呢，那你这个啊封闭路径就画在这里，封闭路径画在这里，哎啊，好，同理啊，因为你画在这里，它所面对的磁场都一样，磁通的变化率也一样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常数。那我们取 EN 跟 DS 同方向，啊，同方向，哎，那么就等于这个值。好，那么这边要注意，这边跟刚刚不太一样啊，它积分是从零到大 R， 刚刚是从零到小 R。零到大 R， 所以它是等于这个值啊，右边等于这个，然后这两边相等的啊 ，EN 当小 r 大于大 R 的时候是这个啊，大 R。 好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磁 EN 啊，始终是跟这个半径要垂直。跟半径要垂直 ，OK？ 啊，好，那么，所以啊，它这个磁力，我写错，这是写错，这是啊、哦，这电力线没错，这是电场哈、啊，所以它这个电力线，因为有电场，这是非静电场。所以非静电场产生的电力线呢、啊都是一个头尾相接的，头尾相接的。所以以后你们要记住，电力线有两种，一个是静电场的电力线，它是有开始有末了的一点，它不是连续的，它不是这个封闭的啊，它有开始的一点，有终结的一点。但是非静电场的这个电力线呢、啊、它是头尾相接的，跟磁场的电力线一样头尾相接的啊。那么在里头你看，我们刚刚看那个是二分之 R， 跟二分之 R 有关，就是跟 R 成正比，所以这个 G
距离这个 R 啊，离中心越远的地方呢，磁场越大。那一旦大于这个大 R 以后啊，那么它就是随着 R 呢变小，所以 R 离这里的值越大，那么电力电场就越小，因此它电力线呢越来越稀疏啊。不，你一定要记住，非静电场的电力线它是封闭的啊。好，那么我们可以看这两种状况都是负的，一个值乘上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。 如果磁通变化，就磁场的变化是大于零的话，那这个是正，正乘负那就是负的，那么因此这个 EN 呢是 negative sense 啊，负值。负值的话你就看 啊这个磁场这个方向，这个是正的，对不对？负值就是朝这一边啊，所以它是逆时针方向。如果这个是 EN 和 EN 是正的话，它就是负的啊。EN 是小于零的话呢，负的正的正，那么在 positive sense 啊，那它的这个EN 呢力线呢，像我这啊磁场这样子，这个是 positive sense， 那就是顺时针方向。 OK， 所以 EN 的大小仅与 R 有关，所以 EN 的力线是封闭者啊，这一定要记住啊，这是一个物理现象啊，要记住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啊，例题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有一个区域啊，这种虚线所画的区域里头有磁场，打叉叉的都是磁场，均匀的，但是它的大小呢在变化，负 0.1dB over dt 是负 0.1 个 Tesla per second， 就是说这个磁场越来越小啊，越来越小 ，OK， 每秒钟减少 0.1 个 Tesla。 在这个状况之下，我们这里放一个十公分的线，半径为十公分的线圈，导体线圈。我们现在要问这个导体线圈上的电动势是什么？电动势是什么？那我们看这个电动势是什么电动势啊？感应电动势啊，感应电动势呢？啊，我们现在因为你这是一个圈圈呢，啊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子来看。因为它有磁通在改变啊，又有电动势，它就是 EN 到的 DS 啊。好，那么这个式子我们刚刚已经前面证明过了，这个要记住啊，我说这要记住啊， R 小于大 R 的时候 EN 是等于这个，它是跟 R 小 R 成正比，小 R 大于大 R 的时候它是跟小 R 成反比啊，记住这个。好，现在我们这里再来做啊，因为我们现在看这个半径比大 R 小，对不对？所以它的 EN 是这个取这个，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用这个式子，不要再做一次了啊，直接用它。好，那么它的电动势呢，就是 EN 做一个环场积，做一个 closed path integral。 那我们现在取啊，我们看这个方向是朝哪里嘛，方向它
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是负的，对不对？负负得正，所以 EN 就是 positive 的方向， positive positive sense positive sense 是这个方向啊， positive sense 顺时针方向啊。那我们就把这个EN 这个带到这里去，取 EN 跟它平行 OK， 那这个可以提出来，二分之一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提出来 RDS 积分啊，啊，这 R 这 R 也是固定的，因为这个 R 这是固定的，所以这固定拿出来二 r 负二分之 r partial b over partial d 可以拿出来，这个啊 ，ds 就是这个路径，路径就是二派 r 嘛，二派 r， 二派 r 跟二分之一约到派 r， 派 r 乘 r 的 r 平方，然后我们把值带进来，啊，零点一平方，这是负的，这个是顺时针方向。EMF 是等于这个啊，然后由这个这个是从左边算，从法拉第定律积分式的左边算，或者我们可以由法拉第定律的右边来算，因为这两边是恒等嘛，对不对？如果用这边算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取 DA 面积跟面积基数跟 B 场平行，好，那么平行就变成 partial B over partial T 乘 dA， 因为这是一个常数提出来啊，这个积分就是派 r 平方啊，最后呢把这个值带进去也是一样啊，所以这两个值是一样的，它都是 positive sense， 都是顺时针方向。好，现在看电流啊，线圈的电流刚刚是电动式，那现在我们看这个电流，你或者想说哎，我都知道电动式了，那我现在要求电流，就是电动式被电阻来除啊，这个是什么欧姆定律啊，如果用这个算的话啊，刚刚算的是这个，我那个讲义上写错了，这是写成负号哈，这是正的，刚刚求出来是 positive sense 嘛，啊，被二来二欧姆，整个线圈的总电阻是两欧姆，一除等于这个，这个是正的啊，正的不是负的 ，OK， 啊，电流跟 EMF 的方向是相同的，它是。positive sense， 这个也是 positive sense， 所以是顺时针方向流动的，啊。因为欧姆定律，啊，我们现在要电流是这个东西哈，啊，电流是这么大，电流很好算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算这个直径的方向，直径的两端，一端是 A 一端是 B， 问 A 跟 B 之间的电位差是多少，那你说这个电位差，我们这个是 EMF 跟电流的关系啊，这个是欧姆定律，我们如果用欧姆定律来算的话，好，我们依照顺时针方向 A 这样子到 B， OK，它是等于 I， 电流就是 I 嘛， R 呢就一半， RAB 是等于二分之一 R， 那把这个电流的值带进去，这个电阻带进去，等于这么多个伏特，那因为这是正的，所以表示 VA 是大于 VB， 那这个电位是比这个高，可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半从
B 到 A 也是顺时针方向， B 到 A 来转，结果算出来是一样的，也是这个值。那因为这个是正的，那岂不是表示 VB 又大于 VA 吗？你这样算的时候，好， VA 大于 VB， 你这么算的时候 VB 又大于 VA， 那就等于说你这个楼梯啊一路下去，一路下去，你转一圈，你看这里比较高，这比较低，再转到这边，这里又比较低，好像一个螺旋一路下去，但是它没有螺旋，它就是这么一个平面的，所以这个一定有问题。怎么一下子 A 点比较高，一下子 B 点比较高，一定有问题。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？就说这个结果显然不合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合理啊？原来啊， A、B 两点的电位差我们不可以用欧姆定律计算，这种情况不能用欧姆定律计算，欧姆定律只能用在什么呢？不含电动式的导体线段，就是一种叫做被动的导体，它本身没有电动式，一段导线才可以用，但是这个导线呢，处处都有电动式，对不对？都有电动式，不能用啊。你从 A 到 B 它里头有总共有二分之一这么大的电动势啊，正确的方法呢，你就是要把这个等效的图画出来，从 VA 啊往 B 的方向走啊，从这里走的时候呢啊，电动势是这个方向，它绕一圈电动势是 Epsilon，绕半圈呢就是 Epsilon AB， 就是二分之 Epsilon 啊，越来越它是从负到正啊，负到正，所以电动是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啊。那电阻呢，因为电流跟电动式的方向一样，电流是这样流，所以电阻的方向是这边比较大，这边比较小，电不是电阻，电位啊，这个大比较小，但是它的全部的电阻是 RAB， 是二分之 R， 然后啊有电动势又有电阻，然后就到了 VB， 对不对？好，那么我们就可以 VA 加电动势减掉 IRAB 等于 V， 这是求电动势的，求电位差的一个方法，啊，那 VAB 就是 VA 减 VB， 把这个移项就变成这个，然后呢，因为这个是二分之 R， 这个是二分之 Epsilon， 把二分之一提出来，啊，那里的 IR 等于 Epsilon，IR 本来就等于 Epsilon， 那就是零，那就表示 A 到 B 没有电位差呀。AB 两点的电位没有说它的电位比较高，它的电位比较低，所以你这么转的时候没有高低，这样转也没有高低，那就对了。那你说电位没有高低，怎么会有电流呢？怎么会有电流呢？比如说我们一部汽车如果停在一个斜坡上面没有刹车，它自己会滑下去，会滚下去，对不对？它从高位能处跑到低位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的汽车一定要把它推到山坡上让它自己滑下来吗？平地能不能走啊？可以走啊。为什么能够走？因为它有引擎呢，它里头有这个引擎在做工啊，啊，所以说你这个电荷如果有正电荷，你这边电位高，这边电位低，当然会从这边流过来，但是这边电位没有高低的话呢，但是它有电场，它有 EN，
啊，它有非电、非静电场，所以非静电场会把正电荷这么推过来，它是靠这个电动式把它推过来的，啊，因此啊，它这两边呢、啊、没有电位差，没有电位差就表示说这两边没有电荷的堆积，电荷不会堆积在这里，它是被推得团团转啊。啊，之所以会为零啊，这个会为零，因为导体线圈中没有静电场，没有静电荷堆积的啊 ，A 跟 N 跟 B 没有电静电荷堆积，而是由导线中的感应电场将电荷推动而产生啊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另外一部分 Part D， 他说如果我把这个线圈呢、啊，本来是一圈，我用刀子把它砍断，这个缺口很窄很窄哈、啊，这里就变成一个缺口，变成一个断路了。啊，这边是 C， 这边是 D。现在要问你 ，CD 的电位差是多少 ？CD 的电位差，这时候我们跟上面的做法一样，我们把啊从 VC 开始做。VC 开始走啊，因为它有电动式，所以电动式啊从负的到正的 OK 啊，这里有电阻 R， 但是这个电阻没有 polarity， 因为没有电流、啊、电阻两端不会构成电位差，因为它没有电流，没有电流 OK。好，那么就到了 VD 点啊，我们根据这个来算 VC 加上这个啊，然后就等于 VD 啊， VC 减 VD 等于、啊、VC 减 VD 啊，是等于，等一等啊，我这有没有写错哦，按照这个 OK 啊， VC VD 这个拿过来，这个呢是负 epsilon啊，所以 VCD 是负的十分之三 pi volt， 好，负的话就表示啊 C 点的电位啊比 D 点要怎么样，还是低啊，所以你看有电动势嘛，电动势是这个方向嘛，那它现在就把正电荷推推推推推推到这里来，就不能再推了，堆积在这里，负电荷堆积在这里，所以这边是正，这边是负嘛。这个时候它有电位差，是因为有电荷的堆积嘛。OK， 啊，这个题目非常好。啊，你要把它仔细的研究哈、啊，把它弄通 OK。啊，因为这两点有电位差，所以会。这两点有电位的堆，有电荷堆积，所以有电位差。